我即马是不是变到真可怕？你气死我了！鬼啊！我连哪有可能气死你？母王母王，我连明日太医一直一力就治，唔免担心这尔多。随我连回转后宫，互你加载，你敢知影妖怪出现？但是国师所送的宝剑，才会当治妖辟邪。方才我相信妖怪也已经被这口的宝剑所伤毒斩妖了。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这件代志来，紧，我来处理就好。